感谢评审给我这个奖，我演过无数次的配角，还有僵尸。我想告诉大家，你要做最真实的自己，才会对得起自己。我的专长其实不是演戏，而是等待。我等到这部戏的导演，他很勇敢的让我成了男主角，于是我今天才能站在这里。谢谢导演。哎哎，换你了。快快快！对不起对不起。 这边，导演，这位置可以吗？可以啊。